看影片之前提醒你，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。反贪会最近打贪的雷声很大，无论是拥有丹斯里还是敦勋衔的前首相、前部长还是前高官，有财产怀疑来历不明，那涉嫌贪污者通通都被列入清扫名单当中。上个星期五，针对45亿令吉官车采购案展开搜查行动之后，反贪会主席阿詹巴基再向英文新报证实，还有一份长长的名单 ，a long list 的大咖正在等着被反贪会传召，当中包括了一名前财政部长，一名拥有丹斯里头衔的商人，还有一些主要的政府官员。阿詹巴基指出，反贪会将会传召这些人来解释两道问题：第一，为什么涉及舞弊的公司会负责管理官车呢？第二，为什么早前已经有别家公司收到了财政部的合约意向书，但是最后呢，相关的项目却被莫名取消？另外，阿詹巴基也不排除会针对这起案子打电话给某位前首相，以询问他在任期期间呢是否知道这件事。那对于反贪会的大动作追查，首相安华今天在马来亚大学出席活动时，再次将他领导的团结政府打贪目标融入到他的演讲稿当中，并且强调政府绝不会妥协，会不惜一切代价将马来西亚多年来的贪污文化给彻底铲除。Saya harap kalau tidak ada sokongan dalam politik atau lain-lain, sekurang-kurangnya dalam isu tata kelola.Dan tuntutan ke arah perubahan, saya mohon dukungan penuh daripada rakyat terutama yang berfikir. 不赞同政治立场，但请支持改革议程。首相安华今天在马来亚大学发表演说时，呼吁人民团结一心，支持政府大力打贪的目标。他表示，自己因为打击贪腐而令一些人反感，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，因为腐败和治理的问题，数十亿人民财产被某些政治人物侵占。很多人还认为，当了首相或财长之后，大捞油水，从中获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Ini dianggap biasa. Buat apa jadi perdana menteri kalau tidak jadi kaya? Bodohlah jadi menteri kewangan yang tak kumpul beli-beli. Pandangan hambar, haprak ini mesti diperangi. Dan kita yang bertanggung jawab ini bukan saja orang politik, tetapi seluruh sistem.安华认为，除了政治人物，整个国家的体系都必须全面改革，才能消除大马根深蒂固的贪腐文化。